Hene wo amdenja taiwan amdenja su yuma mutai shenjam te somane ma amdenja mamei jizo si seika tsutane bo. Koko ino za amdenja imitsu mamei amdenja tena hano tenja fihno tira amdenja umnu chistira amdenja ahutuza ishenja chanzao. Adi shamdenja yenzumin di chi maidan amdenja kamosaki adi adenja si ji ji amdenja serchi enja serchi shenja chanzao zang.倒不能你，不是说买在呀，只是那货啥，没啥么等着，俺没啥么等着弄作品。哥哥喏，俺等着，俺等我不要回去，俺等着，我在后头在现在创造服务。因为台湾没这么等着做，因为不带想等着做，没得什么那些那么等着做，妈没见着做，谁个做？好说说等着，慢一些，哎，得了妈没得了等着，因为在现在创造和儿子啊，阿德外现在原住民地区，哎你不，慢的啥么等着，阿三生那么等着，对他在现在创造资源，我说买在哎说，这次呢原住民地区，哎阿德外现在这么等着做，简单些那么等着创造服务站，哎你不，咱们得说标准哦。还点了现在高一里，你不？哎，参照章，我咱们点这样的比亚外部落一模呀，做你。那也是咱们点这，儿子是等那屋，咱们点这，我们的各个地啊，现在就麻烦。啊，那么个没点这呀，就得现在参照章，你不？哎，咱们点这，你都是么那样的？等咱们点哎，我到么时候，哎，天气特别啦，都是你。老人家可能就是比较不方便走出来嘛。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造福员到府服务这样，可能会对他们会比较好。国贵呢，现在复兴区呢卫生所主任现在当了一些参照2.0，哎你不，我们在现在原住民地区，没得三等在上升呢，不要还现在西级单位，我们等那有几年你不。哎，你不等那三百银子，哎，三百银子把发货去，好把二十八万里呀！我说买一只，哎呀，这吃了火烧大单的不？哎，我们等着呀，参照账，我三百银子，哎，我们三百银子就搞固定啊。到边呢，现在么，儿子这单银子就付我，哎，我们等着有八十块，我买着三百银子呢，那会白白。不过呢，我买一只的三百银子，一点幸福的，哎，你那花三百银子就没有你，哎，我买一只。长照的概念里面是生活照顾为主。医疗照顾为辅，那当然医疗它的专业性太高了，很难去跨入，所以医疗我们公卫部门一定要跳进去，但我认为它应该只是做一个起头的动作，让社区动起来，可是社区的量能去培养它，没有那样的经济规模，你怎么让社区去培养？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卫福部长是现在当内务，还是没等于现在参照政策，没分级制，马上是那么等着给我们的海外内务。各位呢，在西周的那么等着，欧巴奥托马休啊，在那非在现在第一线，怎么等着也要等的快递啊，给阿算着，带住他那些现在休啊去。把他们那些做内务的，咪在现在就表扬好，带住还奥是那些，哎，咪在现在特约好。我们在基础的细节现在参照上的我们等着那是我们在把简单别了希望呢我们一直在我们复兴乡这个细节的这个参照的这个所谓干饭点应当是要这个很多法规的限制要解除了然后这个我们的资源让它长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今天来做听到我们第一线的尤其我们林主任很多他的宝贵的意见我们回去之后一定会设法来改善因为复兴区的卫生所主任林德文一些像三大单位部因为社区新建的参照站因为我们在我们等着每日上等着简单每日新的都是在二十啊等于在单位部等于在那现在有用你还有买单的现在参照福利老人福利和现在照护体系福利哎你不等到三等这一方没那对的对那要是那些我说买在背书得了点等这一帮的地方得了没人买在方等这好说买那背书得了等这没了都是得了要的这等这福音我买着等了阿三三的背了要带现在福音为现在就参照支援阿爸也不是那便宜